繁星笑语，因诉说着城市的历史情怀。十一月二十号下午六点，厦门卫视万南通邀请你到处探访下河路的故事。欢喜来到伫闽南通天下，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所有朋友在礼拜日下午的六点来准时收看闽南通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阿良。伫九十年前啊，有一条道路就开始有伊的名，以厦门的名义慢慢兴起，伊发展因公司厦门的宋雅。当时啊，这条街道是连接厦门老区加新区的主干道，而且伊起创了厦门古城改造的序幕。真侪老厦门人讲啊，这条街道非常有温度。为甚物呢？因为这条街道啊，当时呢有厦门真出名的地理菜市，佮有真侪囡仔朋友真喜欢的少林道书馆。你知影？阿良讲的街道就是下河路。即阵贯穿大半个厦门岛的下河路，曾经是厦门老市区连接河山乡的腹地，是通向五通古道，又安尼联系大陆的第一条城乡的公路。各处老市区厦门甲郊区的河山乡，这两个地名的头一字合称为下河公路。当年为朴树阁开始经过的古经路、斗西路。杂志伫个港头顶出现的是东西走向。下河路是厦门老市区一条横贯东西的十二长街。建成伫个1921年的下河路，是厦门岛内上早的城乡公路之一。东去厦门的火车站，西到甲罗岗边，全长是4.46公里。是厦门的黄金路段，下河路这条厦门人最熟悉的城市道路，成为承载厦门经济大动脉之一。唔呐，始终承担着岛内交通主孤岛的重任，佮较成为集居住、商业、金融、文化、娱乐等各种功能为一身的现代化城市的综合体。观众朋友，阿良现在来的所在呢，就是下河路第西的位置——朴树。讲到朴树，真侪厦门人拢非常的亲切啊，甲海口啊、钟楼卡相像，总是咱随口会讲出来地名。朴树用黎明艺术来解释，就是浮在水面的小岛。啊，真侪人会问啊，这朴树啊，无水无海，为甚物浮呢？好，阿良今日请到一个对地方地理非常有研究的老师郭进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甲所有朋友来介绍一下。阿良呢，请到厦门真有名的人文学者，是咱厦门老相片收藏界的灵魂人物，中央电视台中华一条街总导演郭贤。郭贤你好，大家好，你好。很高兴下河路吼，我知影你对这个咱街道方面有真深的研究，比如讲你甲中山路叫做。通向大海的一条街，啊，这些研究用什么时候开始啊？郭金平是一个正港的闽南人，也是一个媒体人。在厦门工作生活了36年外的伊，对厦门市的百姓的文化、街路的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见解。
而这阵的伊，伫个经营的时阵，佫较是爱研究厦门的老街老巷，以自深记者道德的视角，摄影家的审美精处，用十一万字加388图片，结果了爱上老厦门这本值得品味加收藏的真好笑的册。那这我甲歌贤到店的所在呢，其实咱阵来讲叫书房啦。真正这个所在呢，叫朴书。朴书。老厦门人叫朴书。嗯。所以我透过理解甲观众朋友交流讲吼，这朴书用里面介绍就是朴伫水面的小岛嘛。哎，对。啊，这个所在啊无水，啊无海，啊怎朴？哎，我说，所以我说哦，你少年家。你少年家唔知啊，其实唔知。首先我唔捌看到啦，但是咱就说按清以来的这个文史资料介绍哈，比如说厦门记，清朝的厦门记，伊就是讲到朴书。那朴书呢，是伫海了，这个小岛，伫倒这方向，伫倒哪，这个方向啦。嗯。哎，就是小路这个是啊，应该是这个是伫海了。那么这个岛无大。啊，但是伊是离开海岸，哎，就算离开咱这么徛这个所在啦，啊，那么这个有水的时阵，就咱跳楼的时阵，结果多较水，跳楼时阵多变较大，啊，所以感觉说有阵个是落雨烟雨啊哈，哎，感觉这个多是浮在海面的，所以这真好的名就是叫这朴书，这很雅的。当时顶面个这个寺庙这雷音殿。哎，很多人会坐船过去烧香啊。啊，是朴书家吗？啊，是朴书道顶面啊。哦，道顶面。道顶面啊，所以这个是真重要的，也是，因为说，就是咱这个所在应该是清末开始填啊。清末。啊，清末啊，哦，就民国前啦。嗯。那开始填这个所在，变做绿地。嗯。我印象当中，朴书是80年代的朴书啦吼。我印象第一深的有两项物件，就是特香包、叠香包。啊，个特香鸡的香龟，啊，就是讲我第一卖食洋快餐哦，就是食这特香鸡，真好料。安尼我给你看一张老照片，我今麦给你看一张老照片。内面就是这个。哎，你看，王这张老照片哦，你看，这个是咱徛，咱今麦徛这位置吼。哎，你看，这就是朴书嘛。嗯。啊，朴书的这个书吧。跳落来，这刀枪去跳落来，这下就特香包去跳落来了。哦，所以这回已经叫做特香包，这个是1993年，93年，啊，就拓展哦，啊，就重新在修，这个扩较大，这个下好了嘛，正一个跳落，但一个跳就跳到特香包，所以你这回嘛，啊，就正这刀枪，嗯。啊，这摆的话就会变做绿队咯，连实际阿哥。这个相反的所在，较早时是安尼，加正正就是书房啊，能书房咯。啊，今仔日的朴书则还是老市区当中闹热的所在，朴书甲顶面的高楼真多，车来来去去，香港大厦、圆通大厦、银行中心，占据了十二路口的三角，中央的三角地带有一片无大。也无细临时的绿地，怪楼后面刷落去就是一排一排的落卡器，落卡器的后面蕴藏着真深真深的巷啊，所以朴书现在也是厦门新旧社区的分界点之一。而且高楼所在的所在，曾经也是真水的落卡器，那是你90年代或者是以前伫厦门生活的。你温当也会记得朴书，原来是另外一款韵味。阿良呢，对歌贤的所这老厦门是真好的享受哦。那阵来到所在呢，是大中小的正对面，是下河路的一边哦。来遮看一个门牌，叫做“甲板寮”。啊，我头问一下。但歌贤讲，这所在真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是在下河路当中的位置非常的高。这是巷啊名啦，巷名哦，巷名啊，不是门牌哈，巷牌。这巷呢就叫做甲板寮。甲板寮啊，那真侪老厦门人知啊，这甲板寮的寮是什么意思？寮是种啊，咱就讲说，一个竹编啊，工厂啦。
啊，加工厂啦，是这个意思啊。那隔班呢，就注意了，唔能误解。真侪人就交这个，因为顶面哦，铺顶面哦，就是开完路的啦。啊，开完路，过去呢，还都有一个观察项。哦。我真侪人讲说，隔班是唔是咧做观察？唔是，这千万唔能误解吼。讲这是做咱三班那阵，这隔班哎。甲板啊，三班那阵诶，这个厂房啊，那么因为这个一个坡嘛，这个坡，这路咱明咱徛位置头前原地，伫明清时代，这个就是也前面水咯，这就是运动港咯，啊，所以这船伫坡顶做了，做好些放落水流咧，就上海咯，啊，所以这个所在。所以讲，甲班了这个名吼，其实就真正含义伫内面。而且，其实看你做十年来吼，几十年了，这名都继续会用。啊，对，几百年来，几百年就叫这个名。是，就甲班了，是，也无变化。嗯。所以你看，下好了一条路，后面呢边头都真侪行啊，在内面呢真侪学问啊，真深啊。嗯。而且咱讲，这甲班了，咱要交个头前个这个，要讲个这大船坞吼。有关系。就啊，因为这个所在真适合于修船做船呐。哦。啊，咱先去遐看卖咧。好，那这个先看完，看迄位是啥物？一栋建筑，一条街巷，一篇历史，一个故事。因承载着囡仔时的欢声笑语，因诉说着城市的历史情怀。十一月二十号下午六点，厦门卫视万南通邀请你到底探访下河路的故事。咱拄啊去迄个所在吼，在甲板寮。甲板寮。甲板寮最三茶船的啦。嗯。茶船。这所在呢，叫做大船坞。大船坞。啊，大船坞就是。美国人开的，英国人出的钱。哦。1858年开始建这个所在，那后边这个所在，哎，这个老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修铁甲船的所在，修船的所在，修船的所在，或者大船坞，因为这坞真大。嗯。我能修大只船。嗯。啊，修的就比咱那个甲板寮三茶船较大只了些啊，所以这个所在呢是也出名，出名里头呢，1858年开始建船坞，1859年第二年踮上海招工啊，要招高级工程师，所以变得也出名。这个所在呢，有那么可惜吼，就是下河路修的时阵也搁伫咧，但是下河路我1993年重新改造扩建的时阵吞没去了，可惜。那个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啊，就按你讲呢。咱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国博物馆啊，原来有这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呢，对这个所在的定位是诞生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的所在，第一批就是比福州的这个船厂做船厂较早。交上海的江南做船厂差不多，所以下河路唔难讲是，有阵咱讲有阵历史吼，你古城区啊，阵历史，佮有阵产业江南的阵工业方面的历史，所以这段历史好好咱来好好来查看办，也好来珍惜起来。因为解放以后，两岸对立的时间长达30年，厦门市区的发展真大受到了限制。厦门开始为美林径以东拓展，在后江地开辟了新的工业区。在当时有37间的工厂，起伫个郊区的乡平，骑脚踏车上落班的人，密集的商户、菜市，以及散落伫即地骑街，共同构成了一包进入生活气息的画面。到现在，照还留伫个真侪老厦门人的记忆当中。特别是下河路的美林径到后江地将军祠之间的这个路段，老厦门人捌有一句讲军笑的话，叫做是“英雄难过美林径”。这意思就是讲，这个是真快，快到连英雄拢无法通过去。
观众朋友，阿良呢，厝内面提张相片呢，是即阵网络顶面啊传的表现厦门老师傅地摊的相片。这张相片啊，真正即个翕的人啊，就是歌神哦。啊，这图片里面看哦，内面哦，即个一片宁静啦，有这卡拉车，有三轮车，还有路人，还有公共汽车，非常摊，非常的热烈。所以来请问歌神哦，这张真摊的表现美宁静的相片，是不是因为讲真摊，所以咱这下河路？然后拆迁啊，啊变啊垮的原因吗？因为啊，这张照片哦，我当时翕这张照片的时阵啊，是因为我上了班就经过这个路段啦。哦。逐日都塌，逐日下晡三点开始。嗯。啊，关键什么？跟现在汽车塌不相，当时是卡拉车塌。哦。卡拉车哦，快最贵的哦，什么人都无法人行。是啊，你看。卡拉车、三轮车、路人、公共汽车、卡拉车、三轮卡拉车，唔是摩托车哦。哎，都加上咧，要出多的公共汽车，所以这个路段，按这个美林径到后康的这个是地塌的所在，就是因为这个塌，才引起咱1993年厦门市委市政府下决心修路。有一张照片应该咱观众朋友小看一下。这张呢应该算第一无塌的时阵。所以变化真大啦。咱其实咱阵现代阵厦门人啊是伊个消费者嘛，阵路遐尼通遐尼遐尼宽，阵车遐尼通。那这张哦，这张因为是1993年年头翕的，那改造到第二年。1994年的11号，改造好了，咱来看改造好通车典礼迄日我翕的一张照片。歌神是把所有历史的时间总该记落来。这路线咱就真看了啊，见好就是这个角度哦，这边，向那边看，就是这张照片的角度。其实啊，下河路过起来光临，就厦门的真侪迄阵呢。重工轻工的所在，工业区也伫下河路。只有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咱即马现在这个所在，工程机械厂啊，刚才亚洲规模真大嘞啊，是厦门的龙头企业啊，当时的龙头企业哦，要车，咱个相片里面看，真侪即款差车啦，基本上用厦门生产出去，啊，伊生产有可能唔那是伫咱中国啦，可能其他国家中拢有啦。好，歌神介绍讲，咱即个下河路也是工业区的一部分嘛，基本上有轻工后面到重工。但即摆的时间，你应该说咱就重点的介绍就是讲说，市区的发展嘛，所以有点污染的，或者说那个。需要更大的这个厂房发展的啊，都迁到岛外去了。所以像那个工程机械厂啊，这出名的工厂是迁去岛外，啊，现在规模更加大啊，咱所有工厂都出去啊。你记录下咯，遐尼侪十年啊，对来讲，你佮有甚物款记忆当中，是你喺你心当中的。我感觉现在，比如说咱都读啊，讲这个厦门哦，变迁真大，每一个十年都是有真大的变化啊。所以我咧就作为电视纪录片的这导演，我也注意记录。读啊咧讲的这张，这张是2004年啦，2004年，那么这张是最近哦，2008年诶，开始咧建设了啊，这个是记录啊。那我感觉说，这个城市发展现代化，再跟这条下河路顶面还佫有真侪老厦门的记忆。比如甚物呢？比如咧，我讲咱拄仔去看迄个大尊路边啊，迄甲板桥边啊，真侪原始的早期的30年代迄个。骑罗街啊，无卡机啦，啊，迄树面还阁真好，无卡机还阁真完整，正真是厦门早期的这个特点。所以我感觉说，底下的老卡，即马阁真侪小食，那么真侪人伺候很多啊，就是真正一个厦门早期的，咱有厦门特点的这个小食，皆集中伫个。所以有佚佗的所在，有食的所在啦。所以呢，阿良啊，推荐所有的好朋友哈，如果假是有时间，会用带今日
阁先甲阿龙来介绍这路线，亲自来吃小蛇一下，有可能有真多精彩在等着你。好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厦门当然是吃海鲜。去吃一碗面，自然吃的也是海鲜面。海鲜面当中，特别是以虾面是最出名的。虾面又称作虾仔面，福建厦门、台湾、广东等地区的传统特色的面食。厦门人爱使用新鲜的虾仔来做虾面，虾面的做法真简单，材料也真容易得到，伊的口感是非常的新鲜，深受大家人的喜爱。虾面是好食还是歹食，汤底上重要。虾面的汤底是要用虾头、虾壳加底的大骨，做虾用慢火慢慢啊控出来。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安尼控，才会当控出真鲜甜的虾汤。上好的虾汤顶面飘一层色泽真红的虾油，虾汤啉起来味素是遐尼啊浓，遐尼啊甜，搁带着青虾原汁原味的清甜，这种感觉让人吃甲唔敢离开。面也是非常的关键，一定得用咱本地的水面煮熟了后的面才会 Q 好吃。油葱粿，闽南话也叫做碗粿，在古历的七月半，厦门拢有伊咸米粿祭拜先祖的民俗。相传有一户人家，在切米粿的时阵，厝内有贞洁的囡仔，掀开人床偷食半青半色的咸米粿，嫌伊白净无滋味，将一碗肉丝倒入去米粿内面。被大人发现以后，青米已经切做熟粿啦。吃的时阵，大人发现讲，这款的做法吃起来，搁较有真多味素，也袂歹哦。所以，大家人就三青的改学起来，最终演变为油葱粿。到甲现在，大家伫个油葱粿内面加入肉、葱啊、盐水，甚至会用个根据家己的喜爱调制调料，油葱粿。也成为大厦门的游客一定爱吃的一种小吃。观众朋友，今日的闽南通节目就为你分享到这，感谢你的收看。如果有关于闽南文化内容，你跟阿龙来交流，可以通过校方的微信公众号码平台来跟我讲。咱下一期闽南通再会。